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许祥的人，他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学，他是我们的一个老师，他是我们的一个老师。许祥，在问斩之前，你要面向应天跪下，向皇上认罪。 去！许祥，你还没认罪呢，怎么就站起来了？停！还不赶快下令斩首！去！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哎，他是有什么疯了？这人真的疯了！他是想拖延时间呢。你们都聋了吗？应天方向有皇上的圣旨，马蹄声！去！ 天天他的，早晚他怕死，怕疯了。对，小兵，皇上来救我来了！皇上来救我来了！皇上，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！皇上急旨，老师，还不给我搜房！ 各位听旨，戴卿，你还有什么要问朕的？皇上，老臣常年在宫中做起居实录，皇上说什么做什么，老臣就记什么，这好办呢。可到了下面呢，这东一言西一语的。 老臣，我记什么呢？你干的这活，朕没干过。你说你这么问朕，朕怎么回答你呢？哎，山长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跟戴卿说说。哎呦，这活臣也没干过。对了，刘大人，您是文化名人呐，要不您帮出出主意？要我说呀？ 您得本着龙兴之地这四个字儿，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。嗯，刘爱卿的话，戴卿，你要好好琢磨琢磨。嗯，哎，皇上，刘大人他说的只是大原则呀，可老臣以为啊，实录实录，它就是真实的记录啊。你这不是认死理儿吗？ 戴大人，你不是跟刘大人同行吗？那就由刘大人负责你的事吧。哎，别，咱们仨呀，还是各司其职，各自对皇上负责吧。啊，皇上，臣急着要走，就此告退。去吧，皇上，臣也得去取我那头驴去了。去吧。 哎，皇上，那老臣做什么去呀？哎呦，你年纪大了，平时上朝都坐轿子，你坐轿去。哎呦，皇上，皇上让我跟着刘大人，可刘大人的官儿比我大，我总不能坐着轿子跟在他旁边走啊。你也不能也骑驴啊，那驴跟你也不配呀。要不然的话，你骑马吧。 哎，皇上，马不行，马太颠呐，得把老臣这把骨头给颠散了。那你就骑骡子吧。哎，对，你骑骡子，那驴呀太机灵，马太颠，只有骡子又憨又傻，和你正配啊！你骑骡子吧。皇上，你就别取笑老臣了。啊，就这么定了。来人。 带着戴大人去挑一头骡子，遵旨。谢皇上。嗯，刘一啊，大人此行有风险，这一路你要多照应他。知道了，此行是皇上特派，一路上他就是刘大人。刘大人，咱走吧。走吧。走了。哎。 哟，戴大人，这么远的道，您不坐轿子骑马来了？刘大人，你是不知道啊，皇上啊，他让我骑骡子啊，可那御马场哪有骡子？
我只好骑匹马过来了。哎呀，瞅这意思，您还粘上我了。哎，刘大人，我从未下乡采访过，还请多多关照啊。哎，行行行，走吧走吧。啊，好好，咱也走吧。走。快点！慢点！你们先把箱子放下，在这儿等着。是。哎，小心！凤阳知县周邺城求见丞相大人。进来吧。是。卑职参拜丞相大人。好了，皇上下月就要御驾还乡了，这次皇上派我来，把准备事项都一一督办明白。怎么样，皇上圣心思乡诏上的事，你都一一办齐了吗？都办齐了，户籍都重新登记了，该发放的银子和地已经发放出去了，黄庄的老百姓也住上了新盖的房子，一个个吃的是红光满面，穿的是山清水秀，皇上见了一定龙颜大悦。好啊，再想想，都严丝合缝了。哎，都严丝合缝了。就是新户口册布政使他不肯用印，他不用印就没法送到应天府玄武湖黄册库，把两年前登记的老黄册给替换下来呀。他什么理由啊？他说他按律办事儿。这大明律上说送黄册库的户口册要十年更换一次。他不知道皇上御驾还乡的事要特事特办吗？他说皇上的诏书上没说户口入库要特办。他还说即便皇上下令特办，他也要亲自核查。怎么，你怕他查？我怕什么怕？重新分的户，这人头地都清清楚楚啊，地有地契，发放下的银子户户都有账本啊。这不就得了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许强那个人没什么可怕的，他就是个死心眼儿。关键是他后面那个人，你可要留心哦。他就是御史中丞刘伯温。这次的头衔是巡查钦差，你得经得起查哟。绝对经得起查。刘伯温这个人呢，有个习惯，好微服私访。不管他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，他都可能冷不丁冒出来，所以你得盯紧点儿。他出行了，你也出行。嗯，即便偶然相遇了，你要让他感觉你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嗯，是是是，卑职明白。丞相大人，您的东西啊，我给您送来了。嗯，来啊，把箱子搬进来。哎，放心吧，你们出去等着啊。
这是什么？银子啊，2000两，嘿嘿，您懂的。你要干什么呀你？一共3000两，卑职就留下1000两。我不是说的这个啊，你怎么不懂啊？这什么时候啊？啊，刘伯温马上就来了，皇上御驾也到了，你不是害我吗？刘伯温他敢抄宰相下榻的驿馆？再说了，他依凭什么呀？你懂什么呀？啊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当今时下一切以谨慎小心为好。嗯，赶快抬回去。这，哎呀，大人，这我要不先放你那儿。